基本上没有人会拿须弥去刷龟须，杀一个四星应变，测试一下须弥杀龟须有没有可行性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兄弟们，四星不行，四星比他妈我他妈那啥都快。老王金要想五只须弥速推四星龟须，开局就被虐惨，五滴血极限翻盘。基本上没有人会拿须弥去刷龟须。天剑形神怪太多不好玩，绝地太难不好玩，激战六星太难不好玩。行，就这个吧。杀一个四星应变，测试一下须弥杀龟须有没有可行性啊？五星神器不能用须弥干啊，四星你拿须弥推可以，四星龟须须弥推试试。等一下，我看大唐，大唐带的腰带带这套，狮驼没问题，凌波城没问题，花果山腰带带四星的，带八十的就行了。看看跟龟须的速度比。跟四星龟须的速度比，须弥有没有出手的机会？宝宝装备没穿，穿了啊！谢谢提醒，但是我穿了。开雷阵呐！我他妈光环盾，我为了宝宝加点伤害，怎么开雷阵？我一个飞机狂怒全出来了！我操，无底洞忘切境外了，我日！兄弟们，无底洞用的敏境外，无底洞在龟须里秒一。死一只，冲就完事，死两只，不行，兄弟们，四星不行，四星比他妈我他妈那啥都快啊！金蝉就他妈，金蝉给谁加上了啊？看他妈有人说不慌干就完事了，这他妈能不慌？这谁能不慌？须弥没出手，谢谢鹏哥哥的助威票啊！对面的怪速度太快了，兄弟们，我天，无底洞1538的速度没怪快啊！咱们的须弥有没有牌面？能不能出一下手？五怪是绝对匀速，木桑在这里边秒一，非常的8PQ 啊！来，须弥出手了，1400-1800，须。这就是为什么须弥对法系不友好，太不友好了，这只须弥都他妈秒不动。无底洞加血啊，加1000，这要是没点实力真让他欺负死啊。须弥打2700暴力，1600暴力，没有感知怎么办？防御吧，没有感知防御，等他出来。谢谢8117的么么哒。第三次54级金星钟，还行吧，怪物没啥东西，就是带个感知。早知道还是带工桶行。兄弟们啊，拿龟须刷四星激战或者应变啊，有点装逼。试了一下，不太行啊。直接干，怪不死咱就死。须弥。龟须对须弥不太友好，看一下速度怎么说。狮驼顶，驼子的狂怒，无底洞滚出队伍，不是花果山滚出。12000暴力可以，有机会。我操，直接干死啊！没东西对面。接下来是果子，果子别让他们瞧不起。狮驼顶跟他飞12000，你飞2。还有个大波子，还有个大波啊 ！OK， 大波起飞，大波也飞不出来那个狮驼岭的那个效果。这是一个超战，一个超战追不上。为了下回合没有飞机，大唐选择了破血，五怪直接飞，只剩4个法系。OK， 我还有5只须，还有5只须。怎么说，老弟？须弥有没有一个整点气的，速度比他们快的？4只如意怎么说？4只如意哥哥。真一点不行啊，他妈的，出一个宝宝有回春，双拉保险，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。
第一回合直接破啊，宝宝 A 狮驼岭第一回合直接破宝宝 A， 凌波城第一回合惊涛怒啊，宝宝 A 果子直接当另外一个宝宝 A， 无底洞第一回合有那啥起魔兽宝宝 A， 开本 OKOK 开本第四次了吧，老王你的操作速度30秒不一定够啊，因为我是根据怪物有可能出现的操作进行一下预防，比如说对面有天宫，那我这回合就不飞机了，我全破血两回合，一回合也推不掉，两回合打出数据极限化，对吧？你说的那种操作速度是无脑的20加 Q， 不是点血，我是带着 PK 思路去刷任务的，懂吗？不是一个维度的难度，你是直接炒菜，我是拿电脑控制挖掘机炒菜，那能一样吗？啊，对面他连身都变不来的，我都没见过对面的怪飞机过，下回合给驮的一个水星嗷飞，几架飞机同时出，下回合直接结束啊！谁是凌波？这有个凌波是吧？有扫的就是凌波，另外一个点选这个凌波，破血这个凌波，我的沙威这个凌波，无底洞第一回合直接魔兽，第二回合直接防御啊！兄弟们猜错了，两个这玩意儿谁变异谁厉害啊！不过他这个只要不是凌波变异的话，其他的变异都是垃圾。狮驼岭他需要变身，爽翻天！你说的是我爽还是怪爽？求你了，给果子起个旗子吧！总共两回合，我给果子起啥旗子？你再求我没有用啊！今天的如意已经更新完了，大唐变异太好了！大唐我最喜欢看到，哎，狮驼变异，狮驼变异有速度吗？咱们？兄弟们，狮驼岭下回合如果可以出手，那我就嘎。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狮驼，你只能去通过这个他脑袋上战役判断哪个门派是凌波。大唐扫哪去了？大唐扫哪去了？大唐扫哪去了？好兄弟，蔡之如意啊，没有大果的虚拟如意，你去搜搜初期如意再加虚拟的大果，你搜搜藏宝阁看看有没有。兄弟们，下回合会来一个超级飞机，他那个变异的是有一个超级飞机，大唐一防宝宝 EA， 狮驼岭人物防御宝宝 A， 凌波城人物防御宝宝 T， 花果山当头一棒宝宝 A， 无底洞人防宝宝贴自己 OK， 看我这回合的逆天操作。杨哥跟王哥说在少爷直播间十级摆在这17级，我还少爷的房管，你在炫耀啥？给我刷少了，顶不顶得住？我靠，能飞6000血，还能再飞？别说话啊，说话面对可赖你们。有宝宝就有一切，无所屌位，谁飞机就干谁就完了啊！不伤的不会拉人是吧？把这个坨子给他搂死！哦，大唐变异了 ，OK OK 啊，大唐变异有点好玩啊。就这绿，对绿，所以说不怕大唐，哼，再牛逼的大唐也得扫神。下。我看啊，大唐怎么办？大唐，无底洞的话，这回合人防，孩子拉大唐，大唐官府平砍处理他，宝宝 A 他，狮驼岭出孩子，一锤干嘛？我看啊，一锤人防，我的防宝宝 A。好了，兄弟们，55级副本的最后一次了啊，最有难度的副本，兄弟们每天5次免费的机会的最后一次，飞机来了。
留着当节目效果吧。别打死他，让他走。让他留着当效果。五怪没了，无底洞看不会加血，经脉不对也 OK， 因为你输出太高了，第一回合就把他们的这个成型的阵容给推杀多了啊。没啥东西，宝宝速度比较快，倒地两个单位。大唐官府，大唐官府平砍宝宝 A， 狮驼岭平砍防御，宁波城段月氏，孩子拉无底洞，花果山九幽出名，宝宝 A 无底洞人防，宝宝拉花果，我操，我操作出来了是吧？操作出来了，全拉一滴血 ，OK。九幽出名，这回合他出手也死不了。大唐一个平砍，林国成一个断阴式，三昧真火单烧放水 ，OK。一滴血，吸血能吸多少？水粒子，你这回再看看，你有钱都不是十七了。咱们这送的免费礼物多，我太有操作了。队长礼包，队长礼包之，队长礼包之大金牙，灵犀之血一个。没了啊。